大家好，今日7月19日，星期二，又再提醒大家一下，电话上面仲有好多呢啲咁嘅系骗子嘅行为嘅。如果你有遇到呢个问题，佢系同你讲钱嘅话咧，就请你打电话18222，呢个防骗二嘅热线。咁啊，最紧要就系网上骗子要认清，否则好易一铺清。啊，仲慘過依個即係嚇買錯股，今日股市就回跌，咁樣咧就係唔夠五分一咧，暫時去到今日嘅係中午度啦，唔夠五分一咧係有依個上升嘅，都係屬於呢個資源類嘅。